個遊戲好玩咗啦，盲拳打俾老師傅啊！我都好想入去你家嗰度，好多優惠啊！第十一題，地產題。嗱，喺一般情況底下咧，假如賣方未能夠根據買賣合約原約交易咧。賣方可以採取以下邊一種行動呢，是可以多選一項的。 A 他可以終止買賣合約和將物業轉售。 B 他呢可以沒收樓價訂金。 C 他可於土地註冊處就該物業註冊。 D 以上皆是 A 和 B。正確答案是啱嘅，好厲害！我想話你菲力係嗰種極度清楚，係你每一下都係一講呢一啲，好肯定，好 firm， 係啊，好 firm 啊！我連你啲 option 係咩意思我都唔理解，我都 run 緊個 C 究竟係咩咩土地唔知咩公公咧？跟住我完全聽唔明咯。咩公公咧？唔好講啦，我讀緊我都唔係好知自己讀緊咩。唔會嘅。C 只不過話係個賣方佢可以做啲咩行動咧？咁另外一個都唔進行咯，咁你攞去註冊都冇用啦，咁只應該係 A 同 B 啦。其實呢啲係咪考地產牌嗰陣時有考牌嘅？一考嘅，係啊係啊，係一個部門嚟㗎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等於你有個客同你講話，而家有個咁嘅事發生，咁我有啲咩 options， 有咩 rights， 咁你要答得到佢咯。嚟到演員題，哎，好，我哋都好勁啊，耶！係嗱呢一題，我覺得呢題你哋有機會。好啦，機會啦，機會啫，可能俾人搶啊，我驚你。舉㗎啦，好。電影《大隻佬》係以邊一個宗教咧作為主題嘅咧？誒呢邊先。佛教。小欣喎，我識喎，李鳳兒殺咗個日本人啊嘛。佛教。對唔住啊，李鳳兒，你真係要俾人殺啦！佛教係啱嘅。我識啊呢。波羅蜜多士，睇嚟你要同阿李鳳兒一齊相見。阿李鳳兒殺咗個日本人啊嘛，但係李鳳兒冇殺到日本人。萬般帶不走，唯有葉隨身呢一個因果嘅輪。萬般帶不走，萬般帶不走，萬般帶不走。他哋連翻身嘅機會都冇，唔緊要。會唔會仲有？仲有？我哋體育精神嘅 ，OK， 我哋。嚇，唔會技術性未成功就投降噶嘛？好，第十三題，地產題，購買樓花咧有職工期付款或者建築期付款，咁以下咧邊一項唔係職工期付款嘅特點呢 ？A. 發展商指定日期前交付尾數。B. 交易期較長。C. 較多嘅折扣優惠。D.適合資金充裕的買家，菲力頭已經知道答案啦。之後不過俾大家答一下先。哇！答一答先。都係嘅。等一等先。囂張啊！唔係，我俾提示演員組啦，好慘啊，係咪？唔慘㗎，唔覺得自己慘㗎。係啊，快啦！嗱 A 就唔係嘅。我俾你50/50好唔好？好。好吧，50/50 A 唔係 ，B 唔係。得翻 B 同埋 C 啫。嗱，咁即係咧，我話明職工啦，職工我應該立職工啦，就最快工啦。但係又唔符合呢個條件喎。咁但係話要長啲成交喎。佢其實佢講咗個答案出嚟。我唔理解啊，你理唔理解啊？你咧我都要。我頭先唔係 B 定 C 啊嘛。撞咯 ，B 咯。B 撞㗎啫。好啊。係撞。B 交易期較長啊嘛，係咪？答案是啱的，其實他已經講了個答案出嚟啦，菲力。我意思應該消亡。嗱，使用職工期付款的交易期咧，係較建築期的付款短的，正常是短的職工啊嘛，如果咪建築期付款咧，佢一路起，我先至跟住個 payment 去慢慢俾錢啊嘛。咁我要減個折扣係最多的話咧，咁就係職工啦。咁職工唔會長過建期噶嘛。有道理，就係咁解。哦，有啲傾好到第十四題演員題，哇呢、這個勁啊呢、這個，我哋好識啊你，係點解咧演員咧啊冇咁講啦，點解上鏡咧睇起上嚟咧會比較肥？因為嗰個 mon 係16:9咯，會拉闊咗個
做咩係有 option 聽係咪啊？我已經我見到導演係喺度笑，好彩笑住先。但你又有舉手喎、啊。唔係 OK 嘅，十六比九嗰個要大一大，我好專業。你講啊，你講。咁 Instagram 即係你嘅答案就係、是。因為個 mon 係。你冷靜少少。好嘅。嗱，我俾多次機會你，你想唔想聽咗先啦？想，我都想啦，我都想啦。好啦 ，A 影片咧係十六比九 ，B 鏡頭變形 ，C 剪接壓縮 ，D 你真係明。喂，睇嚟 D 喎。問。A 你騷擾緊我，我覺得你唔係 A 咩？唉，所以我成日咧睇落好肥咧，唔係嘅，其實係開估啊！咁你揀咩啊？唔係你揀過係咪開咯 ？A 十六比九，影片係十六比九，呢個答案係錯噶。唔通真係 D？ 唉，因為十六，因為十六比九係打橫嘅，係啊，係打橫嘅嘛，佢闊咗咯個人。是什麼啊？咁是什麼呢？那你打洞就可以了，一問要拍洞的十六比較，首先我聽那些導演朋友看完這個我真的很想試下是不是 D？ 你試一試啊！你試一試啊！試一試啊！我揀 D， 係咪真係肥咧？係咪真係肥咧？都係錯噶，真係得翻 B 同埋 C 啫。C 壓縮。唔係佢嗰個變形，唔係真係變形金剛的變形。係啊係。我覺得係咁頭變形咯，鏡頭變形係啱噶。50mm 以下嘅鏡頭咧，可能咧同人類嘅視覺咧差距咧較大啊，咁所以咧會造成一啲觀感嘅差異。點解我成日都聽咧人哋講，因為個鏡頭十六比九，所以就會拉橫咗呢個人嘅。唔係，魚眼係乘以1.2嘅，但係正常個焦距。哇！玩下啦，幾有意思，唔使扁嘴嘅，放心，仲有機會嚟到最後一題，一定有反勝嘅機會嘅。喂，最後一題會唔會多分啲嘅？最後一題梗係會啦，好啦，好多啲。最後一題100分，好吧？因為咧呢一題咧係我哋嘅隱藏題嚟嘅，其實。其實佢唔屬於地產題，亦都唔屬於演員題，所以答啱咧，佢會即刻加100分。咁你哋嘅分數咧加100分咧，係啱啱好咧贏。第15条最後一題常識題，你哋可以搶答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我問咯喎。好，以下邊一項係賺取人生第一桶金嘅最佳方法咧 ？A 過大海 ，B 有副幹。D 參加魷魚遊戲，魚上街市 D 加入李家閣啦，一定是加入李家閣。哎呀，慢了添。如果答案不是 D 的話，我不做了今日我走了。好好得，過嚟見工。唔係，其實我係抵輸啊！呢題抵輸啊 ！D 加入李家閣，加入李係正確的贏咗，贏咗！你係咪揀啱個決定咧？係一個百名身材你，恭喜曬！如果呢個答案係錯嘅話，我真係16年嘅青春冇咗。答完呢條問題之後咧，我哋咧連分數都唔計啦。今日勝出嘅最就係贏，好嘢，好嘢！原來咁兒戲啊！因為你加入咩？因為加入咗李家國啦，即係你已經贏咗啦，人生勝利組。好，以後中西區嘅環球就交中西區我都 OK 噶。嗱，我哋嘅演員組咧就贏咗我哋今日嘅450元獎金大賽。但係好可惜咧，可以帶走咧呢450元咧嘅人咧，只係得一個嘅啫。咁所以你哋啱啱就功夫係咪？咁我哋而家咧就要玩一個咧好殘忍嘅遊戲咧，就要咧分出呢個勝負。打交係嘛？係唔係嘅？再經典啲，再用腦啲，就係咧猜包剪揼啊！三盤兩勝定點啊？係咯，你係想一鋪過定三盤兩勝啊？一鋪過啦，唔好講咁多嘢啦。嚟咯 ，OK。包剪揼。哎呀，你衰咗啦！我感覺到有一個好真心嘅唔開心喺入邊。唔緊要啊，咁所以我哋今日456元嘅得獎者就係我。Kelvin， 唉，俾你啊，俾你啊，俾你啊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，好。
恭喜你啊！好聚首，係啊，你攞穩啦！你嚟緊搭車定有散紙咧？摸毫子搭的士啊嘛，正所謂。個司機都多謝你啊！唔好講咁多啦。做人冇夢想咧，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呢？456蚊呢個遊戲咧，就太大風險啦！我哋唔好再玩啦。唔好再玩噶啦！唔好噶啦！我俾佢贏咗喎，今次。唔緊要，我哋有個簡單啲嘅方法嘅，就係加入李家國賺第一桶金。好勵志啊！嗱，456蚊呢個遊戲咧，第一屆亦都係最後一屆咧，已經圓滿結束啦。我哋喺李家國再見啦，拜拜！拜拜，李家國見。